casual. OK，来呀、哦，头低弟有弟，点点往点。下看，往下看，对。这样可以吧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头发是先放哪里比较好？垃圾桶啊，不然放地上也没关系啊，把垃圾桶转过来啊。头好，弟弟转过去，往下看。头低低哦。再就是你亮。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是先稍微那个对比呀、啊，较。对呀、啊，等他头发量比较少的时候再来修啊。很亮。弟弟，你不要一直动来动去没哦。关系，它一定会动的。你现在就是类似这样子，把它头发这样理下来就对了。请问还痒吗？请问。嘿嘿，帮爸爸个忙好不好？去拿爸爸浴室的椅子给爸爸坐。因为爸爸看妈妈这个速度，可能10分钟理不完。那你可以分段录啊，不一定。你可以录一下就停啊，然后我们理到第二阶段再录一些，录一些。你会养吗？不然等一下换姐姐理啊。好啊，姐姐也帮你理好不好？理刘海。很痒吗？请问很痒吗？弟弟。我要试试看会不会很痒。你手不要过来哦。请问很痒吗？请问。等一下，宝宝的手臂。因为。请问很痒吗？请问。哎呀，不要一直问他啊。还有吗？我们要相信妈妈的技术哦。明天早上没有时间带她去给人家修哦。还没，你头发很长哎。对啊，你头发超长的。对。我觉得1.2真的有点短。咦，看爸爸那个方向好不好？看爸爸。那我可以用快速的吧。没有。还没啦，你才理一半而已呢。很痒。哦，姐姐，你要问几次？不要再问那个问题了，好不好？他不痒都觉得很痒了。这个怎么好难弄？好，弟弟转过来。弟弟。面向妈妈，面向妈妈，嘿，看妈妈，看妈妈，你看妈妈，不会啊，你看妈妈，你总共去看妈妈，来看妈咪这里，哇，后面好整齐呀，有吗？你是那个故意讲的，对不对？只是大概用而已，好不好？他头发真的好长，对啊，头发很长啊。我是不是其实应该先用剪刀？剪短一点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先用剪刀比较好。不然你这边慢慢用啊。弟弟，不要一直。咦，你可以那个吗？耶，好。咦，看上面，看妈妈。哎、欸，我录5分钟，先停一下啊、喔！你要先停的啦，不然档案太大也是。对啊，等一下嘛，现在4分多而已啊。哦，你要控制5分钟就是。弟弟，不要看向我啦！看向我吗？这个不动了，不动。